味道。 雪儿，你放开我！雪儿，我抓住你，就再也不会放开了。！哎，放开我！有人墙角美女。 你知不知道我爹是谁？要是让我爹知道了，他一定杀了你！快放了我，放开我！何立叔，是武天祥叫你来的吧？他看到爹红衣求不成，就让你来绑架我。他居然这样对我！你回去告诉武天祥。 我不会签的，快放了我！你干嘛？你想让我签？ 门都没有。 从小到大，没人敢命令我，我不签，我偏不签。 你碰我吧！你给我走开！哎呦，好累呀！帮我把鞋脱了吧。那你要是不嫌脏，我可就这么睡了啊！你要是出去睡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要是不走，我就告你扰民生事。哎呀，告吧告吧，跟自己的老婆在一起，我看谁能治我的罪。 我才不是你老婆，青霞才是你老婆。起来啊，快起来啊！你起来啊！哎，武天祥，你放开我！走开啊！你，哎呀！武天祥，你不走，我走。哎，雪儿。 你居然敢打我！我要告诉我爹，让我爹杀了你！你打死我吧，你打死我也不会签的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住手！你干嘛？我让我爹杀了你！你住手！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放开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 只要不签字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你要钱吧，我给你钱。我求求你了，你放开我！住手！我签，我签还不行吗？
我们都是为了青霞好，青霞是我们的女儿，到底为什么？不管怎么撇清，在你我的爱情里，青霞是牺牲者，不顾及青霞跟你在一起，我会终生不安的。 雪儿，你走开呀！吴天祥，你要是再碰我，我就在你面前一头撞死！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明明还爱我，我也爱你，咱们为什么就不能重新在一起呢？吴二少爷。 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，你已经成亲了，这是事实。你再逃避也没有用。那都是我爹一手操办的，和我没关系。我不承认，我死都不承认。我知道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漏洞，我没有及时去弥补，那是因为我以为。 以为你不在了，后来我发现你还活着，我努力去弥补，我用尽一切方法去弥补，无谓的只是想跟你重新在一起，而你呢？你除了丢掉我、抛弃我、放弃我。 你都做了什么？不管是人为还是天意，事已至此，我们早就不可能了。如果伤害到青霞才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宁愿不要。天祥，你醒醒吧，这个局面根本是无解。 你不要再苦苦挣扎了，别说挣扎，就算让我用尽一切回到从前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都要试试。你放开我！，天祥，你放开我！ 静下来听我说，不管有没有你出现，我跟青霞那都是不可能的。6年前我遇到了你，心里只有你一个，别人都不可能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少天，你听，这个男的太棘手了，不知要把这个姑娘怎么样啊？放开我！走走。 雪儿，你别闹了。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只爱你一个。无论是谁，不管有没有青霞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就算是拥有了全世界，还是觉得一无所有。别动！别动！警察！就是他，就是他！好小子，你胆子不小啊！老实点，别动！欺负人家姑娘是吧？看今天怎么收拾你！ 哎，武专员，两口子吵架你们也管是吧？我不知道是您的，麻烦你们带走你们的武专员吧，不要再烦扰我了，雪儿。 我一定会拿到合理数的，我一定要娶你。不管你拿到还是拿不到，都不关我的事。
打扰一下。姑娘，武天祥专员在警察局吗？天哪，又有姑娘来找天祥，气死我了！怎么我就没这个命？姑娘，老实说呢，天祥并不怎么帅，倒是他的兄弟武，你看，玉树临风，相貌堂堂。关键是，我正单身呢。行了啊，姑娘，你找天祥有什么事吗？哦，这信是要转交给他的。青霞嫂子写的。啊，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转交给天祥。那我就先走了，再见。姑娘，姑娘，我一三一三五当差，二四六巡街，周日全天休息，欢迎随时找我。行了行了，干嘛呀你？至于吗你？哦，局长，局长，局长，飞鸿，是开玩笑的。你的个人问题也应该及早解决了。不是，不急不急。哎呀，怎么不急啊？只有解决好个人问题，才能有精力给百姓办事，稳定了后方，你们才能专心的工作，冲在第一线嘛。局长说的是。局长说的是。嗯。赶快找一个吧。信交给武天祥了吗？武天祥现在不在，我交给他的得力助手了。好，这是你的辛苦费，记住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我知道。青霞嫂子的信给你放桌子上了啊。何丽书，青霞，你对我终究不薄，还是把何丽书给我了。